台湾电影教父朱深的导演李行，昨暝9:55，因为心脏无力，伫台北过身，享其寿91岁。李行导演对着华语电影有真大的贡献，即电影的代表作包括《奇亚人家》《秋官》《王中的一条船》等等经典无数，也得到3座金马奖最佳导演，更加得到金马奖终身的成就奖等等最高荣誉。2年前，国家电影中心特别策划电影文物展，向大师致敬，展出李行导演珍藏的40000+件文物，像电影分镜表等等。啊，当时李行导演就讲，伊本身真热爱电影，那要讲有甚物遗憾，就是讲想要重拍电影，也不过90岁啊，已经无气力了。我叫郑丰喜，快3岁的时候，我才能用手跟膝盖在地上爬着走。而且3出电影连中金马奖，导演李行有够牛，被尊称是台湾电影的教父。90岁李行，每一张戏的分镜表，每一部电影主题曲的手稿。我张开一双翅膀。电影观赏人的海报，更是书法家张大千写的。李行导演40000+件收藏，国家电影中心有展出。都走了，到天上，到天上拍片。但愿人终究出处孤难全，唯有将回忆守护周全。搁在这个上熟悉导演伊啊，李行出生，对望无后悔，也过有遗憾。有一天我要重拍《秋菊》，但是到现在已经90岁了，不可能重拍《秋菊》。捌为了一个日头落山的镜头，一拍拍15天，希望91载一生拢精彩。